奥迪是哪个国家的品牌？奥迪是一个国际著名的豪华汽车品牌，其代表的高技术水平、质量标准、创新能力以及经典车型款式，让奥迪成为世界最成功的汽车品牌之一。那么，奥迪是哪个国家的品牌呢？奥迪汽车公司现为大众汽车集团公司的子公司，总部设在德国的英格尔施塔特。奥迪是德国三大豪华汽车品牌之一，其商标是四环，源自创立早期的四家公司，即1932年德国四大车厂 Audi、 DKW、 Huark 及 Wanderer 合并的汽车联盟。二战以后，汽车联盟制造厂被前苏联占领并拆除，此后该公司的很多高层人员于1949年建立了汽车联盟股份有限公司，从此奥迪不断发展，逐渐成为了领先欧洲大陆的汽车品牌。2018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发布，奥迪位列51位。